红米 Note 10 Pro 白色，白色很好看的白色，那是今年为数不多的1000元的白色水晶。这个后盖是玻璃的，边框塑料的，屏幕占比也比较不错，正面看的观感挺好的。Note 10 Pro 加，这个后面就有点弧度的，我喜欢这些屏的那种。Note 12OIS 是不同啊，防抖强很多，我操！嗯，外面他妈的都不抖了，我操！真的画面基本上你这个抖动幅度，它那个晃动都不大。平滑变焦只能放大功能缩小。又有点东西哈，手上的感觉的话是比上一代要轻很多。